警察局第三分局男女员警身穿黑底花格纹的 polo 衫，展现年轻帅气美丽的一面。这是身兼警察局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庆祝警察节，由衷感谢警察维护治安和交通以及服务民众的辛劳，特别是过去三年来更是要负责防疫的重责大任。因此杨秀玉特地致赠警察局第三分局所有警员总共170件左右的 polo 衫，由分局长代表收下，感谢副议长的贴心和爱心。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警察真的是真正是就大家说的人民保姆？举凡我们这个乡亲的大大小小事情哦，上面台都垂定彩了，所以我非常的这个尊敬警察，而且我非常非常的支持警察，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乡亲支持警察。当然有时候有些民众会说，哎，警察规天来给我们开罚单，我相信警察不会喜欢开单的，也希望说我们这个民众养成这个良好的秩序。好，那这个送这个衣服其实就是一个向心力，就是希望我们警察同仁，因为他们很辛苦嘛，那送这个衣服给他们，聊表我们这个第三分局第三办事处的一个小小的心意。那也希望说我们地方能够安居乐业，因为安居乐业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没有安居怎么乐业呢？所以我对地方的一个治安我非常非常的重视，也谢谢我们这个警察同仁，他们可以说是没日没夜的啦，可以说是24小时都是待在我们这个民众乡亲的一个身边哦，所以我们真的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我们这些警察同仁，他们真的很辛苦哦，谢谢你们。我们很谢谢副议长，那平常就很关心我们同仁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今天代表第三办事处致赠我们同仁这么好的一个 polo 衫，它最主要就是要提醒我们同仁随时都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随时都能够运动，以做好为民服务的一个工作。那本人在这里感谢副议长以及第三办事处所有的警友，大家一起努力，大家一起来为治安而努力，谢谢。这也是杨秀玉连续第九年在警察节致赠三分局所有员警每人一件 polo 衫或是背心，去年则是致赠防护衣向警察致敬的具体表现。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